十二时六十秒，四月一号愚人节，《中央三时报》报道，台股奔千元，力抗清明变盘，有外资调高台积电目标价，已经快接近一千元了。这时候就告诉你，有机会上看一千元，甚至一千一、一千二。0940不敌失望性的卖压，重点是00940还溢价0.3%，代表今天买还是有点贵哦。成分股几乎全盘皆末，一半以上的股票下跌，可是台湾股市今天1800档，却有1200档以上股票是涨的，股票操作是很久忍耐，所以高股息 ETF 绝对不是压垮台股的追分稻草。0940成分股亚翔，还有机会创新高。305神机跌下去的过程中，自然而然就有人买进，股价下跌多了就会涨上来。双美金也是一样的走势，可能明天就开始喷出去哦。2492华新科配息2.115元，今年营收 EPS 有机会创近期新高哦。353新颖台积电资本支付概念股今天都有全线喷出，2421的建准之前是老二老三，现在股价走势已经变老大老二了，有机会带动整个散热族群哦。371日月光，这就是00940成分股下跌过程中，你还是要早买一点。台湾股市今年还是有机会迈向2万1，甚至2万2。十六十秒，明天见哦。